我要加了。我的啤酒，我的啤酒，我的啤酒。没见过这么敬业的，赶紧走。看完晚会专门等你的。好的好的，还有看到你了，好漂亮，拜拜。昨晚赵薇现身机场，一身粉色衣服，休闲裤，看上去十分漂亮，在机场一路也是心情不错的，见到粉丝们还跟粉丝们调侃我要低调哦。我低调，我低调，我低调。果然小燕子就是又回来了，十分活泼，十分 nice 呢。不过见到一群代拍一直尾随到车前，赵薇还是吐槽了，没见过你们这么敬业的，赶紧回去吧，耿直如你就是这样的豪爽，这样的真实哦。最近赵薇亮相的机会着实比较多呢，所以粉丝们自然也是越来越多了，谁叫你那么红啊。